特效费杰杰，咱们这个就用的是太渊。啊，太渊是治肺的一个这个一个主穴啊。太渊在哪儿？就是腕前屈，就手腕前屈，桡侧茎突这个地方，就大拇指这块凹陷处，你按进去。啊，它这个针扎上去还治手腕和手臂疼痛啊，也对肺结节非常好啊。肺结节必扎的一个穴位，这个耳九针啊。